的意思能在上上交到什么的翡翠手镯。今天的客户呢是一双胞胎姐妹，想找完全一模一样的两条手镯，但是天然的翡翠哪有一模一样的呢，所以呢我们只能在同料当中去找。走去市场。哇，姐妹们不行了，这个要亮一下我的双眼了，这个荧光感好强，种水俱全，这个还带点小飘花，这个的话可以做两条美人条，但是呢是个小圈圈的，这两条也很好看，这两条是天空蓝调的，然后有点渐变色，这个颜色同样也很清爽，但是这个圈口的话一看就是小了一点点。这个也是两条粉紫色，但是这个紫色的话不太纯净哈，它有点小夫妻花，而且呢它稍微会有一些晶体感，那我们主要不是要找紫色，但是挺好看。这个呢是两条冰敲花的，同样这两条种水特别好，而且呢它肉质就玉质感画得特别好，但是超预算了。这两条你看，这条确实挺有特色的哈，紫底，然后有一些红粉洒金，有一些一个小绿花。姐妹们，那个说这个是七彩祥云，这两条是同手料吗？同手料啊，金蓝底偏蓝色调，它里边还带飘花，而且是金味很足。这个开多少？圈口看看，卡起来，两条快8万。没开价。8万块，拿去自然光看一下先。自然光来看的话，它实物要比镜头里好看很多很多。它是带一种极光蓝绿色，种水特别好，像这种料子起货出来的话会非常清爽。力哥开价8万，这个价格有点让我不知所措呀，我们今天得想个办法换个花样看。走，看下去。你坐着吧，要不今天没有穿布灵的衣服气势都不在了。开8万呀？卖8万呀？8万，实在是实在也给不到啊。开8万的话4万吧。8万，这个说厚是厚重，但是它窄。6万块，太窄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两个镯心啊，你都有几万块了。镯心我不要，6万块镯它反正镯心在不在它都是这个价了。漂亮的都一起。我两条团购的嘛，又不是单条走。它本来就是两条一起走的。力哥，其实我也不太想砍呀，主要关键是今天你说这两条，人家是个姐妹俩，而且是老粉。最最关键的是老粉不老粉不要紧，主要是你的粉丝。不要说了，5万块。我觉得今天不用砍了吧，今天让力哥自己降吧。5万块，你降到最低，你签个粉，让给你的粉丝哦，卖给你们的粉丝，不是我的粉丝哦。5万，你的粉丝哦。5万，5万啊，爱你的价格。我要给钱啊。力哥说别爱我，没结果。那整一句。青年才俊呐，哎呦，今天砍价老是觉得有点乏味，老是磨感觉很干燥，很乏味。天气都这么干燥，这么乏味，是吧？就是如果是这种天气，要能。